输蛇第一个案子，终于完成。老板，刘月，在你心中，我只是老板而已。我有一个女儿，你介意吗？不介意。Hello， 哎，又是这个眼神。我不是江仁豪，我是江仁杰 ，OK？ 你不是想要变成江仁豪吗？还不赶快认真学？什么都不懂，怎么跟魏总讨论？不是啊，才几天时间，我是可以学多像啊！我拜托。哦，所以哦，那1000万你不想赚了？我认真，我用功。说啊，我知道你常常把我认成我哥啊，那我到底是什么时候追上他？我是不是在魏董面前就应该保持那样的状态？其实很简单。真的吗？不要笑，不要笑，然后严肃一点，严肃一点。接下来。接下来就什么都不要说，什么都不要做，最像。大小姐，你是耍我是不是啊？啊，我就这样板着一张脸，什么都不说，像蜡人像一样，哪会像他、啊？拜托，你哥是一个很稳重的人呢，哪像你啊？猴子一样大呼小叫。OK， 哦，你们两个最稳重，你们两个就小龙女啊，古墓派那一类的啊、哦。再说小龙女的热情也是要靠阳过来点燃。啊！你们两个都冷冰冰的，这怎么谈恋爱？爱不是光用嘴巴说，要用行动去做。哦，原来你们是行动派。那我请问一下，你们那个爱要怎么做啊？江仁杰讲话很恶心哎。痛哎，不是啊。啊！你们做就可以，我说就不行哦，不公平吧？你还讲？痛哎！想不到你们还喜欢玩。江仁杰，找死是不是？哎，没有，我看书，我看书，我看书。拜托你正经一点好不好？好啦。那个安全梯子楼梯间于避难层之出入口，应装设具1小时防火时效之防火门。建筑物各栋设置之安全梯至少有1座，与各层仅设1处出入口。以前我跟你哥在这里办公，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各忙各的，就算讨论事情，我们也不会说太多话。为什么啊？因为我不需要说太多，他都知道我心里面在想什么。那时候的我感觉，只要有他在我身边，就很安心，就觉得什么都不怕，就觉得有了他，就好像拥有全世界。可是我哥现在不在了，你的世界还在吗？你不要再看我了，赶快做功课。好，我都不吵你，我不烦你，自生自灭。我自己自身经验。
这位先生，请问你又在演哪一出？有月，从现在开始到这个案子结束，我要催眠我自己，我就是江仁豪。随便你，随便你。